1951年初，刚刚结束第三次战役的志愿军成功的占领了汉城，并把战线推进至三七线附近地区。随后，志愿军全线转入防御作战，进行休整。而恼羞成怒的联合国军不甘心失败的局面，趁着志愿军休整的时机，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反扑。面对来势汹汹的联合国军，志愿军总部决定在汉江南岸坚守防御。1951年2月，美军骑兵第一师向龙头里发起进攻，而作为最前沿阵地的 226.6 高地成为美军重点进攻的目标之一。坚守在 226.6 高地上的是第42军126师377团8连。20日拂晓，美军骑兵第一师开始向龙头里发起进攻，与此同时，他们也出动一个连的兵力，在八辆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向 226.6 高地发起进攻，而八连打得很顽强，接连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八连由一位轻机枪手叫做吴如林，1948年入伍的他，大大小小的战斗参加了几十次，他的轻机枪打得很准，不断的点射使得无数敌人成为了他枪下的亡魂。而在这次阻击战中，吴如林跟他的副射手紧密配合，有力的支援了连队的战斗，使得美军骑兵第一师不得不在八连的阵地前扔下40多具尸体后撤退。第二天，进攻失败的美军将兵力增加到一个营规模，向八连阵地发动进攻，而八连官兵越战越勇，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但是在敌人的轮番进攻下，坚守在阵地上的八连伤亡也在不断增大。在作战中，吴如林始终抱着机枪，保持着最佳射击角度，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的进攻力量。战至下午，战斗进行到白热化。就在此时，一颗炮弹在吴如林的身边爆炸，使得副射手老方当场牺牲。吴如林在看到副射手牺牲后愤怒不已，他顾不得自己已经身负重伤的情况，抱着轻机枪就向美军猛烈扫射。美军再次丢下十几具尸体后，被迫撤退至山下。第三天，美军骑兵第一师将兵力增加到一个营，进攻也越来越疯狂。最后，八连在阵地上构筑的工事全都被炸塌，而活着的也只剩下吴如林自己一个人。此时的他也身负重伤，左腿被打断，右腿和胸部受伤，但吴如林却依旧紧握着他的那挺轻机枪，依托残存的掩体继续阻击敌人。后来弹药打光了，机枪也被炸坏了，但吴如林依旧看到不远处的敌人在继续向阵地上运动。他咬紧牙关，忍受着重伤带来的剧烈疼痛，爬到战友的遗体旁边，收集了几颗手榴弹。敌人的脚步越来越近，当走到距离阵地20米的时候，吴如林便竭尽全力把手榴弹一颗一颗的扔向敌人。但是敌人见到手榴弹爆炸后已经没有了什么动静，便大胆地向阵地冲来，绝对不能当俘虏。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这时吴如林脑海中闪现出的唯一念头，他发现在被打坏的机枪旁边有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枪膛中跳出来的子弹。他毫不犹豫地捡起了这枚子弹，将子弹对准自己的头顶，用石头狠狠地砸了下去。这时兄弟连队的增援赶到，将进攻的敌人击退，而已经浑身是血陷入昏迷的吴如林此时稍有清醒，他挣扎着爬起来，就向旁边的战友要枪。卫生员见状赶忙前来给他包扎，但是他却被吴如林的伤势所震惊。吴如林的棉裤早已经被鲜血浸透，因为他的膝盖已经被炸得粉碎，一颗机枪的子弹的2/3已经深深地钉进了他的右前额之中。在场的所有人见到这一幕，无不为之动容，都忍不住掉下眼泪。后来吴如林在向后方的转运途中，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壮烈牺牲。1952年11月，志愿军总部给吴如林烈士追记特等功。